老太太每天的早餐，是吧？一个糯米鸡，两个鸡蛋，一个肉包子，一碗小米粥，一杯小牛奶。开始，老妈耶，开始动工了，拿手抓，喜欢吃哪个？哎呦妈呀，这表情，快点拿手，上手。喜欢吃哪个？你不是想吃油条吗？给。韭菜盒子。肉包子，别噎着。小口，小口，泡软的那地方啊，放那里边泡一下，嗯。两个鸡蛋，妈妈耶！我不知道为啥就想哭。那你就哭，大声哭一场，来，抱着闺女哭一场。拉着手，拉着手，嗯，想哭就哭一下，没关系的，嗯，哪难受？哭吧，想哭就哭，大声哭，嗯，你想啥问题了？啊？你想到啥问题了呀？哪不舒服了？啊？来，拿张纸哦。拿张纸，哎呀妈！来，来，擦一擦，擦擦眼睛。哎呀，啥事没有，哭啥嘞？是不是？哪儿都好好的，哭啥嘞？你看看，你比那个咱那邻居是不是好多了？嘿嘿嘿嘿，走，咱出去走一圈去。好不好？要不要走一走？走一走，晃一晃悠。要不要？是不是坐累了呀？不知道。
刚刚给你干啥了？刚刚医生给你干嘛了？啊？心烦。心烦？又心烦了？来，不心烦呢？想啥事心烦呢？有啥事让你心烦呢？说，看我能不能给你解决。啊，坐好。你听着，他哼哼心烦呢？啊，不是，自己心烦。哎呦妈呀，到底想咋嘛？啊？啥问题呀？你是没钱了，还是没粮了？你还是肚子饿了？哎呀，你还是冷了？你又不冷又不饿，是不是？晃晃，哎，站起来转转。啊，想站起来呗？啊，站起来晃晃，想看看他。你看看，这多容易摔跤啊！不动来动去啊、哦！歇一会儿，躺。对了，躺。哎呀，躺一会儿，脱鞋。啊，今天没睡美呗，睡一会儿就好了。哎呀，妈妈呀，现在还想哭吗？不想哭了。对呀。想笑了。对呀，好好的吃饭呢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能走路了，还能吃好吃的了，对不对？千万别想哭的事儿，天天要高兴啊。下一口吃啥？下一口吃大油条。大油条。哎呀。